大家好，我是阿勇，在燕日的夏季给大家分享一道薄荷小炒牛肉。牛肉我们选用的是上脑肉、里脊肉以及腿肉都可以。下一步逆着牛肉的纹路把牛肉切成片。切片后，我们把牛肉腌制一下。我们在牛肉中放入盐、蚝油、鸡精、白胡椒粉，再滴入少许的生抽，加入少许的姜葱水，搅拌均匀后，我们再给它来上一点点淀粉。淀粉不用多，只需要在牛肉上薄薄一层就可以了。最后倒入一些花生油，把它抓拌均匀，然后放到一边腌制15分钟左右。接着我们再准备一些配料，指天椒2个，我们切圈，葱白少许切丁，生姜少许切片，大蒜少许也切片，盘中看到就切好的辅料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再准备30克的薄荷叶，准备一小芽柠檬，把柠檬汁水挤入到薄荷叶中，挤入柠檬汁水是可以淡化薄荷叶中的厚涩感，也能更好的提香。这是一道爆炒菜，炒制的时间会很短，所以牛肉需要提前处理一下。起锅烧油，油温六成热的时候，把腌制好的牛肉滑至变色后捞出，这个过程大概在15秒左右。下面我们开始制作，锅内倒入少许的花生油，放入料头先炒出香味，紧接着倒入牛肉。翻炒几下后，放入少量的盐、鸡精1克，翻炒3-5下后，倒入薄荷叶，大火再次翻炒出香。这个过程在5-6秒即可出锅装盘了。全程没有放酱油提色，如果你个人喜欢，就少放一些酱油。现在这道吃起来有种清凉感的薄荷炒牛肉就好了，你学会了吗？更多家常菜，请订阅、点赞阿勇每日小厨，阿勇每天带给您家的味道。